人的身体有 70% 是由水分组成，一个成年人每日应该要喝2公升的水去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你饮用的水，就可以大大改善你身体健康状况？原来我们身体每一日只是单单透过呼吸就会产生很多自由基，它除了是令我们老化的元凶，更加就好像铁氧化了之后所形成的铁锈一样，逐渐侵蚀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当损害到达一定程度而无法修复的时候，人体就会出现明显的病变。最明显的就是慢性疾病，包括癌症、中风、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炎、免疫系统失调等等。同时经常出街吃饭、夜睡、食烟饮酒、小菜多肉和喝高糖分的饮品，都会引致身体偏酸的问题。据估计，大约有100多种疾病都是同自由基的破坏、身体变酸和细胞被氧化引起。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应付自由基？答案很简单，它就可以帮到手了。这一杯并不是普通的水，里面是充满经过七块钛白金层烧结电极所产生出来的活性氢，同时含丰富的碱性资源，可以好像天然解药一样去中和身体偏酸的状态。而活性氢可以天然地做到抗氧化，中和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只要适当饮用这些充满抗氧化物的电解还原水，就可以好有效咁样清除身体所积存嘅自由基，改善我哋身体嘅健康状况，同时提升我哋自身嘅免疫能力，咁样病痛自然都会少咗啦。其实而家有好多医院已经安装咗电解还原水作医疗用途噶啦，就好似呢一间位于日本福冈嘅协和医院，佢哋临床应用电解还原水已经有18年，累积咗大量利用电解还原水医治好嗰啲因为自由基所引发疾病嘅相关资料。咁样就足以证明，适当饮用电解还原水唔单止可以做到预防疾病，仲可以改善身体嘅体质，令你更加健康。要选择一部可以保障家人健康嘅电解还原水机就相当重要，而呢一部三和抗氧化还原水就俾到你100%信心。除了外形美观，大小尺寸适合任何家庭之外，同时还可以产生不同的酸碱值，做出不同的功能。例如强碱性水可以去除食物表面的农药和煲汤， 9.5 pH 值冲茶冲咖啡就最啱，而 8.5-9 就可以日常饮用，煮饭和给宠物饮用都得。净水就适合送药和开奶给 BB， 药酸性可以做美容水护理皮肤，而强酸水仲可以帮屋企地板或者 BB 玩具清洁消毒添。而三和抗氧化还原水特有7块三层钛白金嘅电解板，以平均每分钟出水量为6公升计算，就可以用到4000小时，同埋保养10年。同时佢嘅抗菌纤维活性炭滤芯更有效去除氯、铋呢啲对人体有害嘅杂质。属于最新一代设计的三和抗氧化还原水，更加有独家专利的双自动切换式制水系统，那你就不需要好像其他牌子那么麻烦，经常要清洗你部机了。讲了这么久，是时候喝一口还原水补充一下先。